来时忙着赶路，没发觉这周围景色倒是不错。哼，一片野草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金子做的。哎呀，爷爷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？亏你名字里还有一个仙字，真俗。敢说你爷爷俗？我老人家虽然是点化众生的世外高人，但是没这俗。我爷爷，你看，那家伙刚来做什么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莫非是那家伙动了色心，想对你不轨？爷爷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他可是魔教之人。这野狗道人名声虽然不好，却也从不听闻他害过女子。啊，这厮不会想打击我这个穷光蛋吧？啊，爷爷，你可比穷光蛋有钱多了吧？你小点声。你走了，他不会想动手吧？哎呦！爷爷，收了你的神通吧。你这虽说是祖师传下的遁地秘术，但从何处出来你却不能控制。万一钻进死泽，我们可当真要呜呼哀哉了。这个不会这么背吧？你觉得自己运气是好是差？差。那不就结了。我这里还有平儿姐姐送的法宝，对付他也不算什么难事。有道理，最近见的高手太多，把他也看得高了。不过那野狗道人好像也不算是坏人，当初不是还借伞给我们吗？什么我们？是借给你？我可是临了半死，你这个丫头真是不孝我呀。不，我有给你一起遮的，是爷爷你不要。反正你就会顶嘴，惹我生气。爷爷，我帮你背行李吧。少来这套。今天交通不复杂，等到了城镇，请你吃顿好的。这还差吗？但是得你付钱。钱？我可没有。啊，爷爷你最好啦。这些愚人难道也为一宝而来？此地毒虫甚多，仅靠火光尚不足以防御。有了这般若心圈，便不必担忧寻常毒。法相师兄法力高深，佩服佩服。林师弟，你为何还不休息？
大师不是也没睡吗？出家人打坐念禅便是修行，十年来我很少睡得着。为何？只要我合上眼，就会看到无辜惨死的父母乡亲，还有小范。你还记挂着张师弟吗？他入了魔教，如今身居副宗主高位，天下人皆知他迟早是下一代鬼王。这些年来他杀人如麻，嗜血成性，连魔教中人也为之胆寒，天下正当视其为心腹大患。够！若是他日相遇，你待如何？他是我的兄弟，我知晓他如今沉沦魔道，回不了头了。只是纵然正魔不两立，他与我终有一战，但在我心里，我也当他是我兄弟。他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兄弟。是昨天瘴气中巨兽所留。有人在此争斗，佛门向幕后是天一寺的通道。徐师兄，他们追来了。还这么多巨影，魔教妖人也会装神弄鬼？这些巨影是魔教妖人所控。是，我与大家走散后，在附近遇到你们，驱使这些蛮王围攻你们。这位正道大侠说的真是有板有眼。不过我记得是你先向我动手的吧？哼，你既是魔教妖人，我自然要除魔卫道。躲三暗处，算什么英雄？英雄是你们这些正道大侠当的，轮不到我。年纪轻轻便能驱使万千毒虫，阁下莫非是人称毒公子的青乌岩石主吗？原来是天一寺的法相大师，人说如今正道三大门派年轻弟子之中，以天一寺法相大师为翘楚，置身德高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青乌岩，这里有礼。怎么办？我们是走是战？既然巨蚁是他用妖法打败的，巨蚁自会散去。林师弟所言有理，不错，四对一怎能落荒而逃？战、兵分两路，李师兄和曾师弟牵制巨蚁，我和林师弟携手攻进了秦无言，几位意下如何？
可以。相思神笔，可惜了如此神笔。红颜远，相思苦，几番意难相负。十年情思百年度，不闪相思是故。阁下少年英才，却误入歧途，何不回头是岸？大师帮我沉沦魔道，我却笑大师痴迷外向，大道万千，难道你走的方是岸，我走便是好吗？天生万道，清浊自分，持正孝心，上天除魔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点化人家？再不动手，我就要被这些畜生吃了！到时候你可要替我念往生咒了。秦施主，小心了！定神通，哼，不愧是天一寺第一传人。四人道行匪浅，有聚义相助尚不能胜之，恐在他们手上逃不得好。今夜便到此为止吧。陆师姐，快拦住他！师兄，不好，玉有毒。